今天七点半号开，也广告就完了。孔子能不能搞点假惺惺？太傻了吧！那女人穿什么貂？让过来！快点！跟我打！跟我打！那女人穿什么？公众人员穿什么？老子放喷你！咱穿四八的，大侠。你老子四川的。哎呀，他要进店吗？那已经停药了嘛。哦，他要进去这个停店，他就打人家。哎，这脑子坏掉了，我说。他要进站，然后连三分钟就关门了，就要进站了。